那个，我再打一遍广告吧，就是永寿路85号，就是在上海市黄浦区金陵商厦。划重点啊，商厦不是大厦，金陵大厦和商厦不是一个地方。然后407吃瓜郎推理馆，希望大家去那边和我们一起玩。然后我觉得赢一把还不是很差吧。我觉得自己进步了。这赛季开始的时候让写什么自我介绍，我自我介绍写的就是我希望赢一把，因为上赛季第一天我三连跪，三马平民，然后果然拿到狼就能赢。希望我明天还是我，希望我能拿狼吧。然后别的就没什么了。那个六号玩家，明天咱俩能不能拿好人赢一把呀？明天还是你吧，对吧？然后。就这样吧，希望大家去跟我们一块玩那个金陵商厦407，好吧，我过了。好吧，首先开场没有说，那么结尾的时候说一下。那为什么取名西摩呢？是我们老大耶路取的。那本来就是有一个西什么，反正大家都知道，对吧？后面就美哉了，美哉了。那我们老大就觉得说是，那我们很多都是来自上海的嘛，所以魔都，所以改名叫西摩，我觉得也挺好的。因为我们老大在狼人杀圈也玩了很久，他对这个游戏也挺热爱的，所以也挺支持他去做这个事情的。其次呢，今天拿狼赢了2把是挺开心的，就狼队友其实都特别给力。其实这个游戏还是团队合作，靠一个人是不能赢的，所以还是大家齐心协力才能赢。所以我觉得今天也不太对得起1号玩家，游戏体验比较差。他第一把站对边找对了，但是还是输了。第二把他底牌是狼，我抿到了，我只连射他2天。第三天他底牌是预言家，我是狼，我们又不是同一边，也没办法，那只能晚上倒掉他了。所以就挺可惜的，没有共同身份去赢一把，我觉得也挺可惜的哈。其他的也没有什么了，反正都玩得挺开心的，我就过了。大家好，很高兴啊，能和大家打这么3局比赛啊。我也是第一次玩面杀，所以有点紧张，希望就是观众能谅解吧。然后3局游戏，我觉得对我自己感觉啊，我学习到了很多。第一局拿了把枪，就是第二轮想推10亿的，还是没有坚定吧。觉得自己可能劝不大回好人的站边，那就跟着大多数的人一起走吧，就这样，对吧？第二局拿了把狼，所以可能由于第一局的那个状态，就是第二局拿了把狼，很多人都保下我了，可能是那种保一下，对吧？然后到第三把接了查杀了。就是可能吃了第二把那种，有些好人可能觉得我狼和好人就分不大出来，所以就推了拉倒。我想了一下，我第三把其实可能拍个守卫更好吧，或者要么不拍，井下就不跳守卫了，对吧？所以还是学习到了很多，好吧？就这样吧，啊，过了。今天就赢了一把，打的也是蛮惨不忍睹的，2把好人都站错边第一天，比上次好点，上次第一天还上个厕所扣了3分，今天应该就5分吧。那个明天加加油，明天还是我，尽力帮那个，我是想帮后面的人少点压力的，但今天真没办法，打的不是很好，先给门派说一声抱歉吧，别没了，过了。啊，你们赢了一把还叫打得不好？我们三连跪，有点可惜吧？可能后面打的人会压力比较大一点吧。觉得反正挺对不起自己门派里面的人嘛，因为第一天就三连跪，打得不太好吧？我觉得三把都有点那个，有点憨批，所以再努力努力啊。好，谢谢给我投石的，还有投狼王宝座的，谢谢大家。过。先感谢一下，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守着看我的。
粉丝可能没有的呗，有的话就感谢一下。嗯，这个游戏反正就摸牌呗，我就拿两把狼躺赢了两把，运气比较好，运气比较好。我就是我再快速念一下吧，这个因为必须念，我就念快一点。专业焕肤呵护，打造健康肌肤，自然转世，助力精运，力战华山论剑。给我一个机会，还你一个奇迹。一瓶扛饿五小时，天亮睁眼更精神。理想燃料，助力精运，出战华山论剑，宝剑出鞘，渐渐有能量。啊，那就这样吧，都有点晚了，大家就早点休息吧。啊，过来。我是香魂和松鼠路，今天打的真的不好，就连跪三把，我不知道最后一把就只有独狼方还是什么，但是我最后把真的边站错了，真的没有任侠一号玩家，真的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因为他你不知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号玩家前两把就对着我搞，因为我三把都是好人，他前面一把好人一把狼就对着我干，我第三把预言家他跳起跳之后我真的很难站边他，而且加上最主要是我是女巫侍者，三号玩家他直接空给十二好人身份，所以在我女巫侍者里面我铁狼啊，就十二盐都没发过怎么给好人的，所以那时候转真的转不过来。但后来听到二玩家发言之后，三号玩家一言跳个守卫，我靠，我直接崩溃了，就我就直接晚上就二毒掉，真的不好意思，我其实给门派带来很大压力，我希望后面的小伙伴能打得好一点吧。哎，那我就过了吧。啊对，感谢投石，感谢投石，过了。哦，我发言啊，我上一季打的时候，其实我上一季比较忙，所以上一季来打的时候，大概有小四五个月没有打，但这一次还比较重视，就是打之前已经提前半个月开始天天打面杀。早知道今天六号玩家能拿第一名，我今天就不带他到这个场地来了，因为他今天给我发微信，我去接他的时候已经6:57左右了，早知道就带他去 B 圈逛一圈，带他去踢个球，然后回来拿7:31，让他扣个5分什么的，还挺好的。今天好像拿了6分啊，后面希望我们的几位高配能多拿点分吧。还有十号玩家，你好像在赛前感觉说在杭州有个什么那个店是吧？啊、哦，我也是算70%的杭州人吧，我也经常去杭州，到时候我有机会可以去你那边玩一下，因为你赛前说的那话我挺感动的，因为就是跟兄弟一样打球嘛，因为我1月27号的时候我也就是发了一个朋友圈，就是你带走了我一切热情与梦想，就是那个男人走了，所以后来我朋友圈就只有这一条朋友圈，所以有机会能交流交流吧，好吧，那就这样过了。哦，直接发言啊！你们两个交流啥啊？交流肤色，你们俩交流肤色挺好的。那个、还好，反正手气游戏摸到了两个狼，两把狼就赢了。那个叫啥去了？哦，欢迎大家那个关注长沙的那个时空研究所剧本推理馆，在汇金国际的金座写字楼的503。然后顺带呢，我们第一次的本的发行呢会在10月份的重庆展，就有喜欢玩剧本的玩家，那从重庆开始呢，我们这里会陆续提供很多好的本子出来。那个现在在看的那些剧本馆的老板们，就什么一号玩家，你们这些搞剧本的就多关注关注就好了。那个希望我们的后面的小伙伴都能够运气很好，明天还打一天就6-6球了。希望不再是那个今天他们诅咒我说我今天拿预言家一定上墙，那反正拿预言家也上墙了，就感谢那个什么。刘二龙跟小八改那个祝福我上墙吧，反正我也上墙了，莫狼就行，好吧，就这样吧，希望不再是存在于踢馆的人了，就这样吧，不想再看到你了，过了。我今天是真的很开心的，我属于可以说是打狼人杀从面杀以来真的最开心的一天，都是跟兄弟们在打，大家真的都硬碰硬啊，谁都不让谁，谁也没有说是哦爱表现啊装逼啥，就真的硬碰硬的。情绪啊，各种真的很开心，就是跟打一场球一样这种感觉。说实在的，那广告打一下吧。中山北路198号深航大厦1408，再念一遍，中山北路198号深航大厦1408。就谢谢我们门派给我投石，真的很感谢。其实我来金风戏楼也没有多久，就是大家都挺把我当家里人的。对，那个其实我是稍微给自己找个借口啊，第二把是其实很想读四号玩家的，读不出去，因为我以前是武林门的，我读他那个群里肯定包包有人要喷我了，万一读错了我心里很挣扎，那裁判知道我慌的不行，我是不好去读。那个我自己球馆的话是这样子，在我们滨江的普盐艺普文创园，你们
可以加我微信，都免费过来打。因为我是本人是很喜欢科比的，我也是我很喜欢运动。其实狼人杀我打的真比较少，所以水平挺一般的。你们喷呢随便喷，因为坐在这里呢就应该玩得好，这是我对自己一个要求呢，确实玩得很一般。别的没啥，我觉得大家都玩得蛮好的，包括浪哥、鲈鱼哥都特别厉害。我们休息的时候都问他们很多该怎么去提高，要学的东西还很多吧。第一次打这么面下这么正规的比赛，第一次要学的东西真的很多，包括这个也很厉害。别的没有了，过了吧。那个我是紫泉的小虾米，我一会跟各位加个微信，等我打得挺开心的。虽然只赢了一把，但分好像还可以。没有对不起千岛老师，那个我是希望那个紫璇能踢进去的，因为上赛季我们常规赛打得太差了。我觉得我们派的队员实力都挺强的，就不知道，反正后天还是我打就打得更好一点。哦，那个其他就没了，感谢一下我女朋友送我来，然后给我投食和水果，爱你么么哒。够了。那个就感谢一下一到十一号玩家今天对我们十二号玩家小兄弟也挺有包容度，他十二第三把肯定是犯错了，我们回去总结吧。然后好像我听一四六明天还要打，我们就明天再把仇再报回来呗，至少你们今天都摸过狼了嘛，明天让我们摸狼砍砍你们了是吧。我是觉得至少能把边站对一次是希望的吧，别的我觉得好人能赢的，我是蛮喜欢摸好人的，先站对边，因为第三把是这白狼所谓局边没站出来嘛，所以他站错边的我们回去讨论吧，别的没什么了，就大家就晚安，明天再来一场，就如果还打的同学过了。我是姐姐乐小魔法师乐乐，我能让营养变小，巴拉巴拉，小小营养让肠道大大吸收，姐姐乐还有波系列哦。戒糖零糖零脂，清爽无负担。维乐蜜语椰子气泡水，零脂肪，零胆固醇，快速补水，给你打气。
好的，那么今天的踢馆赛的第一天已经全部结束了，恭喜狼队获得了三场比赛的胜利。那接下去要为大家播报的就是我们十二个门派最终的一个积分。当然了，因为我们是带有了很大很大的。判断规则的，所以也会一步一步慢慢把整个规则慢慢的完善化，所以希望广大的观众们也可以踊跃的发表您的看法，给我们提供更多的意见和建议，好吗？好，那接下去给大家播报一下今天我们十二个门派的积分榜。好，首先这个坐在一号位的来自点餐派的加福特加，今天是斩获了 5.5 分，人气值368。来自西摩的 Shiros 拿到了9分，人气值154。来自轩辕的白起今天也是拿到了5分，人气值0。来自武林门的佳佳拿到了5分，人气值是0。哇，娱乐会厉害了啊，娱乐会的第一浪啊，我们曾经的武林门主今天是拿到了3分，人气值高达2254分。来自北京金运的牛肉干今天发挥特别神勇，拿到了14分，人气值1700。来自山魂龙的松鼠鲈鱼今天是拿到了0分，人气值107。来自北影的巧克力今天拿到了6分，197的人气值。星辰派的脏脏今天砍获了10分，700的人气值。来自金风细雨楼的火箭兔今天是5分，拿到了700的人气值。江湖小虾米紫璇那今天还是发挥比较不错的，9.5分，人气值30。来自象牙塔的 CMQ 今天是0分啊，人气值1058。好，那么我们的本届的踢馆赛因为是16进8，所以我们本次踢馆赛的总天数总直播日是8个直播日，每周的4、5、6日，包括下周的4、5、6日，8个直播日将决出16个门派的前8名，积分前8的门派将晋级到我们最终的秋季赛正赛。今天是我们比赛的第一天啊，可能还有一些些许的不足，希望广大观众我们的狼友们啊可以积极把我们的这个直播预告发给自己微信群啊的这个狼友们，一起来关注我们本次非常激烈的踢馆赛。好，最后感谢小象互娱，感谢斗鱼平台对本次比赛的独播支持，特别感谢我们本届的赞助商戒戒乐戒糖啊对于比赛的大力支持。好，那么明天晚上的7点钟我们华山驿站再见，拜拜。